要你熄火你就跑，要你拿证件就顾左右而言他，想必是有事不能讲，有事不能曝光。其他社会者无所不用其极，拖自觉，下一秒跑给警察追。新北原警看到这一台轿车大半夜鬼鬼祟祟，上前拦查，要求驾驶拿证件，果然纸包不住火。所以假装配合出示证件，然后竟然加那个油门踩紧油门加速逃逸，那所幸警方及时跳开。车上两个人再怎么跑，怎么跑得出警网呢？最后跑了400公尺就被拦下来，但到底为什么要跑？好像是贝瑞卡。丢是自己啦！民警从车上找到这一包，掏出来就是一把改造手枪，但没有杀伤力，企图冲撞民警，最后两人还是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。记者周天杰，新北报道。